tanyum ruh banta loi banta maun nayang maat dapat ban da katak mut tang sabai cheung tit mien ta bau lmo hai ai ta bau看看这么多的国家都是有这么大的一座座的垃圾山 这都是呢，富有人家快速的制造垃圾，消费多了，垃圾自然就多。所看到的，在非洲呢，莫桑比克有这样的一座垃圾山，高已经堆积到 15公尺以上的这个贫民窟，这一大群呐，还是一直依靠的这垃圾山，在那里寻寻觅觅，寻找食物去捡垃圾，实在是看得将心比心啊。 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？他们的生活是如何的生活？对我们来说，真的是不可思议啊！这几十年来，好像这样的环境啊，都无法消除在这样的地球上，已经多少 国家同样情景，这样的人生是这么的多。这一回啦，那因为下了大雨，就让这一座山呢崩塌了。依靠这一座山而生活的，有好几户被淹埋的，也已经呢有 17个人已经都往生了，离这个区域呢，差不多8公里，那个地方有个慈济的家，就是我常常赞叹的，千多人经常呢在精进，慈济人接受到了信息，赶快啦，去用心去 去沟通，沟通到政府呢，说慈济人可以进灾区去关怀，准备呢就是动员要投入啦，车过不去，抛锚啦，人都撩醉过去，还是一心呢要到灾区去发挥 安心抚慰，了解到了，已经有多少灾民分成了2个地方收容，慈济人呐、啊，即使呢到收容的地方，赶快也张罗啦，第3天呢就提供热食，这爱的动员呐、啊。 从远方的得到信息，也是同样都会从各地而赶到了集中。同样呢，是克服交通困难，也是可以到达，发挥的良能总是安心抚慰。同时呢，知道集中在收容所， 他们呢，就供应热食，那开始呢，发送给他们的毯、帐篷等等呢，总是很温馨的呵护着
照顾着啊，穷人呐、啊，同样的集中起来这一股力量也是很大，及时付出，同样可以帮助呢穷人在危机中的困难中的人，这都是呢人呐、啊，总是力量呢要互动，互相的力量。点滴凝聚，真正是吼，他们的爱啦，与我们呢爱的能量呢是同样的，发挥那样的很有效力，很有力量的发挥呢，这种安抚人心啊，给予他们及时的温饱。给他们的及时的拥抱啊，安心，这都是他们已做到了。所以，这慈济人间菩萨走入苦难的地方，作为众生之救处、护处、大医之处。这不就是《无量易经》里面说的吗？救处何处待以基础，这都是这一群菩萨这样的走路呢，最需要的地方去。这我们呢，也都要很用心做他们的后援。那一个灾区呢，还是极需要、极需要慈济的后援帮助他们。昨天呢，还有柬埔寨的菩萨归来，柬埔寨回溯24年前，我们曾经呢去帮助，但因为呢。他们的这种的内战呐、啊，动乱太激烈了，外国的都不能进去了，所以我们才停。2011年，我们台商在那里呢，又开始把慈济呢又落实在当地。我们的这一群菩萨。在那里脚踏实地用心的付出，我们有几年的去大型的发放，也去做这义诊，当地的政府啊也看见了、啊、大米发放啊，义诊啊，那辅导环保啊，等等等等，都感觉这就是需要的慈济这样的团体。所以呢，这现在政府也都是希望穷困人如何辅导，垃圾问题如何解决。昨天呢、啊，又回来分享。那现在也已经辅导如何做环保等等呢，所以昨天我也跟柬埔寨说，你呢爱教育，他们现在也进行啊孩子教育，53位呢也穿上了上学的制服啦，但是呢还有那样的范围里还有孩子还没有得到。我就跟他们说，穷不能穷孩子，要从孩子的教育开始。总而言之啦，普天之下需要的就是爱心人，所以我们呢期待人人呐、啊、都要提起啦这种有爱心，而且很敏捷，而且要很勇敢。愿意付出，我们真正的
富有能力，富有就付出啊，这个人间不都是能解决很多的困难吗？所以呢，还是呢要多来服役呀，好吧？这该帮助的我们呢，还是要提倡人人呢付出爱心，集中在可以马上呢能看得到、能付出的力量，这是很重要的。